哎呀，你甩了，我来了。海飞，海飞墨子，这还有旨意。哎呦，我的小爷，这句话可说不得呀！您吃了仙丹了？谁吃仙丹了？是这个游戏太他娘好玩了，真过瘾呐！也就是你这种混蛋，能搞出这么好玩的东西。嗯，承蒙大公子厚爱，屠苏里受宠若惊，今后定当披肝沥胆，生死相随。别净来虚的啊！好，来呀！人世战国，天下太平。人世战国，天下太平。这可是兴邦吉兆啊！得把它献给我爹。这是什么宝贝啊？哎！人世战国，天下太平。人世战国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给我拿去煮了。滚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屠苏里，我限你三日之内必须找到真正的绝世超凡的能让我爹开心的宝贝。一定。各位，宋教仁先生被杀，袁世凯假共和的嘴脸彻底暴露，这个老贼不仅要独裁，说不定还要当皇帝。宋先生的血不能白流，我们要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先生的意思是说，刺杀袁世凯？刺杀袁世凯？那得找到能接近袁世凯的人呢。咱们认识的人中，只有一个人能接近袁世凯。谁呀？屠苏里。好了，老四，走吧。站住！王爷吉祥。小兔崽子，猴年马月见不着人影，今儿怎么没到外面鬼混呢？刚才看见王爷进库房，我就在想，王爷肯定是进来拿银子的。我就赶过来想帮您拿呀。哎，王爷，您看这小子啊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王爷，屋里面躺着个什么家伙，这么吓人呐？你既然来了，就进来看看。哎，这是清帝逊位那天我为我自己准备下的棺材。哇，我今天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等宝物啊。木料好，漆工也不错呀。那当然。这棺材得多少银子啊？胡言乱语，朕这安身之宝怎么能沾染成铜臭呢？哎，我说错话了，说错了。少爷啊，外面有卖文房四宝的囚件啊。你看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这么神秘，进皇宫还是进帝陵啊？坐下。上官先生，听说孙中山孙先生已经从日本赶回上海，组织二次革命。辛亥革命我没赶上，这次有我的份儿吧。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清楚，平时你可以嘻嘻哈哈，但现在必须给我严肃起来。明白了。哎，求求你把这块破尿布给我摘起来行吗？出去把门关上。哎呀，这清水胡同又不是什么皇宫宝库，来这里蒙什么眼睛啊？你怎么知道这是清水胡同？哼，我们来的一路上，我先闻到了鼓楼斜街小长城的卤煮味儿，然后是
南锣鼓巷油炸鸽子。经过北池子的时候啊，武大郎烧饼叫卖声不绝于耳啊。虽然故意绕了一些路，可是我们穿过了西便门，最后到了清水胡同口。刘瞎子卖花鸟鱼虫的，他家的八个鹦鹉叽叽喳喳的是一绝呀，一听就知道。只可惜啊，卖给我一个说脏话的鹦鹉，坏我的好事儿。真不知道让你参加革命党是帮了你还是害了你。呀！谁在外面？王爷，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这几天去哪儿野了？我跟朋友在一起。什么样的朋友啊？卖文房四宝的朋友？哎，叔，我这第一次看见你耍刀，耍得真好。哼，不是我耍得好，而是这把刀好。这是当年咸丰皇帝赐给我爷爷老恭亲王奕欣的白虹贯日刀，可以先斩后奏，是大清的第一宝刀啊。那这把刀能卖多少银子呀？孽障！这是我匡扶大清的信物，是我爱新觉罗家族复兴的保障，你怎么能够想到去卖呢？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，我不是看不懂吗？看着怪好玩的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。哎，你去给我看着点，我看着点。吃更的来了，五子，没有了，不见了呀！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？我明明看见王爷把刀放在那个案子上了，会不会王爷怀疑咱们俩了，给藏起来了？哎，我想到一个地方，走了。我敢肯定，就藏在这里面。来，走走。来，哎呀，俺娘哎，这得值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别找了，别找了，都拿走吧。这些宝贝随便拿点，就能换一马车的刀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算了。走吧，就算袁克定没附近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你还不信。等等，把它翻过来。哎，大公子吉祥。大公子，我叔叔那儿有两件宝贝，啊，一个叫您垂涎已久，一个叫您梦寐以求，你猜是哪件？白虹贯日刀啊！啊，拿来拿来，
这就是那把白虹贯日刀，拿着它，您就可以先斩后奏。宝刀啊，宝刀！我要用这把宝刀杀了你这败家之子！你宰不了我！为什么呀？你舍不得呀！宰了我，就没人陪你玩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把这宝刀送给我呀？这刀放在我叔叔那儿，他成天做梦。有我在，大清就不会亡。送给您，他就断了这念想。屠苏里呀，屠苏里，我怎么真那么喜欢你啊？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这是袁克定喝晕的时候告诉我的。袁克定是岳尚红的票友，岳尚红20岁大寿，他能放过这个献媚的机会吗？这么重要的消息，袁克定怎么会轻易地告诉你？你这样说是怀疑我还是怀疑袁克定啊？我怀疑的是唱戏，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怎么办？李卫，你这……我屠苏里对天盟誓，单刀赴会，万马军中取袁世凯首级。屠苏里，你也不要意气用事，这么大的行动我们一定要谨慎，唱堂会的事需要再核实一下，真有其事倒是个绝好的机会。在什么地方？红眼茶楼。兄弟们，中山先生说，革命洪流浩浩荡荡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为国家，为民众，我们一定要干掉袁世凯。到那天，炸弹一响，民主共和重新开张。好，好，民主共和重新开张。哎，兄弟，慢走。交易不与真君子，贤弟，莫坏了规矩啊。先坐下，且无商议。例行检查。痒痒，手里是什么？哎呀，你长点出息行不行啊？你弄那两个铁疙瘩到底要干什么呀？
玩玩吧，换掉一成玩腻了，换个玩法。哎呀，我说少爷，你可真舍得，那个扳指少说也能换他两匹高头大马。你懂什么呀，舍不得杨贵妃套不住唐明皇。你又要去干什么傻事啊？玩玩打猎去，有人埋汰我屠宿里干不了大事，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屠宿里这仨字怎么写。瞧，上官先生，我刚算了一卦，今天是黄道吉日，立设大川，干大事啊。你负责的是接应。为什么我要接应？不是说要改写民国历史吗？偏偏这么大的事儿就没我的份儿，合理吗？接应的事也一样很重要。那好，你们接应，我进去。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儿，占命算卦呢？这是真刀实枪，玩票捧角真卦算命，我能，你们不能；真刀真枪，你们能，我照样能。我今天就是让你们看看我屠苏里究竟是什么人。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没这个能炸死袁世凯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进去很有可能就出不来了。我也没想出来，不就是死吗？为了共和，死又何惧？好吧，这个炸弹我替你扔出去，改写民国历史的大事有你一笔。哎，师傅说，按我的部署，各就各位，行动，走走。快快快！
活打死。爷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恭贺革命万岁！兄弟，兄弟！三四，哎，再弄几个，六六大顺呐！上官先生，上官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怎么样？上官先生，屠苏里，你这个叛徒！屠苏里，你又想玩我？别忘了，我可是天子命。给我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得活的，抓回来我还得跟他拜把子呢。上！别把皮儿蹭破了。过家家呢？哎呀！上！下！少爷，上来！下！笨蛋！追！抓活的！关城门！一定要活捉！来人呐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来人呐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受伤了！啊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！王爷，这是怎么了？这……哎呀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，又出去给我惹祸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管家，把他赶出去，给我赶出去！王爷，他这可是为大清流的血啊！哎，这，哎哎，大公子腿部受伤严重，很有可能成为终生残疾。立即全城戒严，调集全城警力搜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恭王府享受民国政府的优待条款，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？我们奉民国大总统之命前来搜查恭王府，逮捕罪犯屠苏礼，给我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搜。是。没搜到，没搜到。回去告诉你们袁大总统，王爷改日登门拜访，找回被盗的宝贝。哼，给我撤。老四，办妥了。哎，这个小兔崽子，打一生下来就没消停过。当初啊，真应该把他按到尿盆子里淹死他。哎，王爷，现如今这北京城，别说是皇族，就是把所有旗人都算上，有这样血腥的人，能找出第二个来吗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要我说，索性趁此机会来个一不做二不休。恭亲王，他好像要离京，要到哪儿去啊？奔前门火车站了。看来昨天那一场搜查给吓坏了。要不要？要走就走吧，省得我赶他了。不过绝不能让屠苏礼趁机逃了。我们的人看过了，车里面装的全都是行李。啊！要严密监视。不过有一件事情还是觉得挺蹊跷的。什么事？恭亲王还拉走了一口大棺材。棺材！停！奉大总统的命令，给我搜！看你们谁敢！把他拉开！老四啊，何必呢？让他们搜吧。闪开！小哥，站住！让我稍微检查检查了。这滚滚滚滚！走吧！快走快走！快点走！长官，回去跟你们大总统说一声。我就不前去辞行了。哼！哇，臭死我了！哎，快快快，帮我弄出来！来来来来来，慢点慢点慢点！哎呀，臭死了！臭死我了！给，快去快去！你小子想的还挺周到啊！哈四爷想的不是我，要是我才不管你呢！臭死算了！哎呀，臭死了，臭死了！哎，你先洗着啊，我得把天赐身上的颜色弄掉，多洗一会儿啊！这！
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废物，大公子，一群废物，几十号的大兵，逮不住一个中了枪的瘸子。大公子息怒，大总统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谅他小子也跑不了。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直隶，四省通缉，逮着屠苏李的，即升三级。是。哎呀，哈四爷这招啊太臭了，差点把我熏死。哎呦，天赐变白了。哎呀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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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站住！去！站住！站！追！站住！快追！站！站住！站住！站！去！去！屠苏里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你们跑不了了，赶快投降吧！五子，刚才我不该拉你上马呀。说什么话呢？要死死一块儿，这才是兄弟。再不出来，我们就开枪了。大公子说了，抓住屠苏礼，赏银300两，还不用上税。一人可定。走，走。过了这条河，咱们就安全了。哎，去！大臣吴玉生给王爷请安。外务部尚书邹家来给王爷请安。学部副大臣刘廷琛给王爷请安。老四啊，哎，咱这是在紫禁城还是在青岛啊？王爷，听说您要来看赛马，各位大人相约在此，已经恭候多时了，为的就是见您老人家一面。哎呀，诸位大臣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谁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尽了？我大清王朝的精英都在这里。诸位大臣，请随我来，请随我来！
啊，卢俊夫先生，您好，我最诚挚的朋友。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是贵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诞辰纪念日。在殖民地青岛，观看德国骑士的表演，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啊。谢谢你的赞美。哎，怎么，就你一个人？还有我妹妹。是吗？她在哪里？等一下您就知道了。啊，尊敬的王爷，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。你总督大人盛情邀请，哼，我一个逊位的小王岂敢不来啊？哼。这马有什么好看的？咱去抢个羊，抢个猪，多有意思啊！你懂个屁！给我好好看着马，哪匹跑得快，看哪匹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咱们要是骑着这些马匹过节办年货去，那谁敢不服您呢？爷爷我等你孝敬呢。在最前面的好像有中国人，别忘了中国先后有两个统治王朝，是马背上的名字。有点意思吧？嗯，有点意思。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木兰围场啊。要不咱们把连人带马一块抢回来，抢抢抢抢抢！你就知道抢，斯文点好不好？好看，真好看。
啊！啊！